下午的1点钟，台北美食社长晚餐。社长今天在台北新紫园啊，请些朋友吃饭。你看我们这个初恋情人呢，这个是慧婷，徐慧婷，这是破短，破短跟他老婆大嫂啊，这个徐老大，徐老大在住我隔壁啊，你到我隔壁啊，破短这个罗大哥，是我老朋友啊，30多年前的老朋友杨金龙啊。杨金龙今天在新紫园呢、啊，端午节每年的，过节前我都分三批请客吃饭，啊，分三批请不同的老大吃饭啊。你看看这边，这一大堆的菜色啊，啊，这边一大堆的菜，啊，这个这边又便宜又好吃啊，又便宜又好吃，那这边台北美食啊。社长午餐啊，就报道到这边，这是新紫园餐厅，新紫园。